陈伟伟往前甩，去找关达佑，关达佑换到黄外边。本届的冠军战，好，第四届比赛，中华白队这里拿到球，关达佑突破过来，空中拉杆，关达佑外围的尝试，哎，所以才能够取得一个十二分的领先啊。好，第三节开始，达佑来喽，切进来，哦，再找莫巴爷。在另外一边，关达佑底线的出手，关达佑外线拔起来出手，有说今天防守对方的三分球做的是特别成功啊，本身自己又在进攻端防守非常好。陈伟伟往前甩，去找关达佑，关达佑换到黄外边，逐渐提升他们三分球的命中率。哦，好球，关达佑呀！当中球落到莫巴爷手上，莫巴爷往前推进，再给关达佑。本届的冠军战，好，第四届比赛，中华白队这里拿到球，关达佑突破过来，空中拉杆，中间是麦卡洛，球被夹掉，将军成功的防守，球往前给张家和，前面跑快快。要找人，这个球掉了，被抄走。关达佑再给前面林恩廷收球之后上来，没进，长板落到张家和手上。中华白发动快攻，蓝少辅没有选择出手。关达佑急停的中距离跳投，哇！关达佑外围的尝试，没有太好的机会。关达佑带一步中投，出手四五个稳定的输出，所以才能够取得一个十二分的领先啊。好，第三节开始，达佑来喽，切进来，哦，越打越有信心，爆！哦，收球现在六分，关达佑中间突破进来，高调去找莫巴爷，黄夏洲篮下再次的出手。关达佑这个是切 spin 转身，哦，再找莫巴爷。在另外一边，关达佑底线的出手，三分球再一个，在尤爱哲面前就是太大胆，超级成功之后，外围关达佑的三分球 bang 下来，对，莫巴爷成功防守，外线有空档机会，再来一发。关达佑外线拔起来出手，有说今天防守对方的三分球做的是特别成功啊，本身自己又在进攻端防守非常好，进账。尤爱哲给到关达佑手上，再回给莫巴爷，晃开之后，巴爷往中间杀进来了，篮底下，给关达佑拿到，篮底下要给陈佑伟拿回来之后插板得分，又是一次成功的超级，关达佑轻松的上，不只是进攻的把握性非常好，防守更出色。这个球，哇！本届的冠军战，好，第四届比赛，中华白队这里拿到球，关达佑突破过来，空中拉杆。